啊，香港至 Rio 啊。有朋友仔问我咧，有冇啲地方可以住喺市区，又可以远离繁嚣噶？咁我今次咧就带大家嚟睇下呢一个将军澳南低密度住宅嘅 The Park Side 啦。我哋而家望下咯。The Park Side 系由汇德丰发展商喺2016年9月落成嘅私人屋苑，屋苑分做三座，总共有591伙噶。可以睇下呢度就系 The Park Side 入面嘅住户环境啦，有优美嘅绿化环境啦，住喺呢度真系心旷神怡噶。生活配套方面咧，楼下基座有餐厅、食肆、街市，附近仲有好多个澳南海岸系列嘅商场噶。好啦，咁我哋而家咧嚟到呢一个单位啦，呢个单位咧就系三房套次廉储物室嘅单位，有753尺噶，我哋而家望下先。主保养得新净企理，客饭厅间隔分明，露台望东南，向远山望到山景、学校景同埋 The Park Side 嘅内园景噶。好啦，嚟到单位嘅左边咧，会有一个储物室啦，可以做杂物房，亦都可以咧住工人嘅，都几实用噶。厨房系长方形设计，电器设备齐全，露台同埋三间房咧都系望向同一个方向，向东南嘅。呢间系第一间房，有好多储物嘅空间。房嘅面积同第一间房嘅差唔多大，单位咧有两个洗手间嘅，客厕同埋主人套厕咧都会设有浴缸，仲送埋浴室宝噶。主人房咧好宽敞噶，除咗可以放到床之外咧，仲可以摆到个衣柜啦。呢个咧就系主人房嘅套厕啦。好，咁今日咧，我带大家睇嘅笋盘咧就嚟到呢度啦。如果你都对 The Park Side 有兴趣嘅话，随时揾我啦。我系 Rio 啊，拜拜。